然后首先输入文本 txt， text abc， 然后点 a 添加，添加有几种模式，有文本模式，日期、时间、序列号，我们点这个序列号吧。好，这个开始，开始的序列号，那当前序列号、结束序列号，开始这个是一，我们可以编辑一下。01，好，0001，点 OK， 0001，然后我们可以编辑一下字体的大小，这里现在大小，然后改成6吧，然后变小了 ，OK， 这里调上下，调它的位置，调左右，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。添加一个什么？添加一个时间，对，日期，日期几种形式看没有？有年、月，看没有？不同的排列方式，随便选一个，选择大小，六毫米保持一致，点 OK， 调一下距离，我们再添加一个时间，添加。time 几种表现形式，时间，再找一个自己点 OK， 然后更改大小，OK， 下边了。然后点开始，开始打标，好，现在就开始打标，弄一个清楚的黑色的，这就可以，等一下，然后你写好，好，大家看见，现在物体过来了，感应一下，看这个，你看001，时间。日期时间，好，再打一个，再打一个 ，OK， 第二，002，再来一个，0001，好，003，再过一个，没带001。时间日期，002时间日期，003时间日期，004时间日期，OK 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